小姨，你知不知道？是就是他说他要娶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只有感动，我来不及细想里面的原因。我直到我今天见到你，听到你的那封信，我才明白这场婚礼没有那么简单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替代品，你的替代品。但是我认了，我认了，因为石俊他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在我活不下去的时候，给了我一个名分，给了我今天的婚礼，我要感激他一辈子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我就想做他的妻子，我就想做刘家的媳妇儿。我要维护我们的婚姻，我要维护我们两家在永城的形象。我求求你，从今以后，你远离他吧，你远离永城，远离我们这个家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放过我们俩，回家。不行，只要他还在，这种事情永远会发生。就像今天这种情况，你就不会再是你，刘世军就不会再是刘世军。小姨，算我求求你，算我求求你，你答应我，你离开他吧，离开我们这个家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爷爷，你让他走吧！爷爷，回家。爷爷，你让他走吧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爷爷，江南，你别着急，燕燕她现在是身体虚弱，在医院里边住几天，好好调理调理就好了。啊，别着急，医院里会好好照顾她的，你放心，好不好？怎么回事？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儿，燕燕正在妊娠中，应该有两个月左右。我也正想跟您说这件事情呢，如果有可能，我希望您帮他保守这个秘密。你都知道了？我知道。那这孩子是我的。杨虎，杨虎，老杨，杨虎，啊，石俊，杨虎，这小姨跟那小北京跑了。你说我怎么拦也拦不住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石军，哎，石军，石军，他走了，石军，你干什么去啊？这，你说这孩子真是……Oh.
世君，世君，你说你在着急？嘿，世君回来了，你看，世君回来了。 稻香村的月饼，小易给你买的。马上要到中秋了，可怜这孩子，坐了2天的火车，连口饭都没顾得上吃，就又走了。来，喝点水。你是医生啊，医生就得以。 救死扶伤为天职嘛。小易走的也对，如果他不走，那刘世军指不定做出什么事儿来呢。像米燕的身子骨，到时候再把喜事做成丧事儿，那小易还不得后悔一辈子？米燕也是。算了，不说了。这不也没办法的事儿吗？ 你错了，这不是赶上的，这些都是有联系的。世君结婚，小易回来，这一切肯定都有联系。还有，那个北京来的男孩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长得倒是挺好看的，就是说话有点坏样。哎，我看着他比小易小。 你动过我的箱子吗？啊！是你这箱子跟宝贝子似的，谁敢动你箱子呀？整天都锁着，啊？怎么了？丢东西了？哎呀，你要是丢东西了，赶紧报告派出所啊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能肯定是小易拿走的？我肯定。 医生说，他就是太虚弱了，养养就好了。我跟世宇说的。啊，你过来。我问你，今天那个北京男孩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们之间到底什么关系？你告诉我。你倒是说话呀！他已经跟小易离开永城了。 只有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，你必须告诉我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他叫尹南方，是尹泽贵将军的儿子。
1963年的中秋，我特意选择这一天去见我的父亲，这是我离开永城重返北京的唯一目的。在永城，我就像一个赌徒，押上了所有的赌注，却输得一无所有。我现在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在父亲那里寻找到新的安慰和温暖。那个让我痛苦的人，现在应该已经奔赴西藏边陲。在他出征的军装上，洒下的是米艳艳的泪水，而我的眼泪只能留在心里。我知道，他已经彻底离开了我的生活，我的生活也即将揭开新的一页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我还是忍不住要想到他，想到即将到来的欢喜还是悲伤，他都不能再与我分享和分担了。南方，我一直有个秘密，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告诉你。今天我觉得是个好机会。是关于你和我之间的秘密吗？是，是关于你和我，还有我和你这个家的。桂鱼来了！哎呦呦，这好，这好！来，王师傅，哎，
快坐下吧，就等你了。这回开始吧。嗯，来，我先讲几句话啊。这些日子啊，大伙辛苦了。今天呢是中秋节，首长也出院了。我们全家人和全体工作人员坐在一起，咱们吃个团圆饭。首先呢，我代表首长祝大家中秋快乐，然后我再代表大家祝首长身体健康。来，咱们干一杯。来，谢谢大家了。首长身体健康。谢谢啊，你们辛苦了。来，坐下，大家随便吃啊，坐下。来，随意啊。将军，我敬您。嗯，是小刘吧？哎呀，你可是好久没到我们家了，最近学校功课是不是很紧张？人家是学生，你当你保健护士呢，随叫随到。哎，将军，您随意，我干了。哎，来。呀呀，慢点，慢点。干嘛呀？少喝点。南方，我都喝了，你也一块儿吧。你还来劲儿了，干就干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这孩子，你少给他倒啊！来吃菜啊，吃菜。嗯，来，小刘，谢谢你。首长说谢谢你啊，在他生病的时候，你给他读法国文学。首长说过，嗯，说我们全家人啊，论对文学的理解能力，谁都比不上小杨。说了吧。小杨啊，那个，为了我们才女同志小易，干一杯！来，好。嗯。那个小杨，多吃鱼啊，这是我们王师傅的拿手好菜。是啊是啊，首长最喜欢吃我做的松鼠桂鱼了。爸，嗯，你怎么不给我夹？我也想吃鱼。嗯，哎呦，南方很少跟爸爸这么撒娇啊，嫉妒小易了。我没嫉妒啊。没有，没有，喝一喝酒。好。哎哎，这孩子就实惠你。哎呀，让你喝你就全喝了。听说小易同学多才多艺，那让他给咱们表演个节目好不好啊？哎，好，今天是一个象征团圆的日子，我给大家背诵一首诗，献给将军。我来自东方，太阳最早从我的家乡升起。我的目光是深情的，背向太阳，面向你，你看不清我，总觉得我神秘。总有一天，你会发现我善解人意。我愿你永远天真，愿你是屋顶上的明月。我愿躺在你的月光下，停止一切思绪。我甚至愿意降生在你的土地，感受你的志趣。我愿唱着河流样的夜曲，来装点你梦中的家园。
你是谁？您看清楚了。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件旗袍？这身旗袍是我妈妈的。我的妈妈叫杨护，我叫杨小艺，我生于1942年，是永城人。结婚时穿的嫁衣，所以我今天把它穿来了，希望您快点认出我来。因为妈妈曾经跟我说，我的眼睛跟您的眼睛长得很像。您怎么了？您怎么了？小艺，张先生。医生，快！我话没说完呢。首长，你让我说完。首长，话还没说完。不要让他。首长，话还没说完呢。赶快抢救！让他把话说完。赶快抢救！让我说完。首长，话还没说完。天王老子拦也拦不住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出去！别让他走！我话还没有说完呢！杨小艺，刚刚他们说你是我亲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说，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是杨小艺，你不是我姐。他们是想拆散我们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想拆散我们，对不对？对不起。
你是我亲弟，我不是。反正这辈子，我只能做你的姐姐，你只能做我的好弟弟。浑身都是血，好可怜啊！小姨，你不是做梦，南方确实受伤了，他和警卫员抢枪，结果枪走火。没有没有，南方没死，他没死。不可能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见南方身上、手上、地上全部都是血，还有我的手上也都是血，他是不是死了？小易，你别着急，刚才金博已经打过电话，南方他真的没有死，他已经抢救过来了。对。哎，小易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看南方。他在哪里？你告诉我南方在哪个医院。小姨，你冷静点，你现在不能动，你生着病呢。他现在很好，他在医院里。我没法冷静，南方死了，他肯定是被我害死的。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小姨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小姨，我没骗。我看他身上都是血，是我把他害死的。小姨，你冷静点，你不能再受刺激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你说，你说。小姨，哎，小姨，小姨，小姨，叔叔来就是告诉你。南方现在没事了。
告诉你一遍，南方确实已经抢救过来了，但是将军的家你不能再去了，将军也不想见你。那将军怎么样？久病复发，已经住进医院了。周南同志的情绪也很不好。叔叔为什么突然这个时候来到北京，突然出现在将军家吗？我就是来阻止你这种贸然的行为去见将军。所以啊，当年你妈妈要见将军，可是那个时候将军他不代表他个人，集体给将军打了电报，希望他顾全大局，不要跟你们母女相见。后来将军经过深思熟虑，同意了我们的请求，因为我是将军部下当中唯一一个见过你妈妈的人，也是他们当年结合的见证人。你妈妈表现得很理智，同意了决定，但是她要求再见将军最后一面。那个时候将军正好随部长访问苏联，于是我们就把她送上了火车，让她在永城等着。至于见面的时间和地点，等将军回来再定。将军回来以后，他也很难过，当着我们的面给你妈妈打过一个电话。我记得他在电话里给你妈妈念了一首诗：相见真如不见，有情爱似无情，笙歌散后酒杯闲，深院月稀人静。非常理解这首诗的含义。后来就传来你妈妈要自杀的消息，我也很难过。我马上就跟组织提出，放弃去南京军事学院进修的事情，转移到永城。组织立刻就同意了。组织给我的要求是，到了永城以后一定要照顾好你们母女的生活，另外就是要对这件事情终生保守秘密。这其中有两个要求，一个是我个人要对这件事情守口如瓶，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母女也对这件事情守口如瓶。你看看，你这样贸然地闯入将军的家里，扰乱了将军的生活，给将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秦叔叔，知道跟他生活在一个城市，我就控制不住想要见他。对不起。不是来责备你，是希望你能够理解。我在永城这四年，我也很理解你跟你妈妈的心情，特别是你
想见到自己亲生父亲的这种感受，我非常理解。我记得那次你拿叔叔的派克笔给叔叔承认错误，说到最后说我能不能叫你一声爸爸。现在没有别人听得到，我能叫你一声爸爸吗？你那声爸爸叫得我很难过，我心很痛。叔叔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的人，我自认为，但是我还是很伤心。我有时候在想，我们这些老部下这么极力地阻止你们母女去跟将军相见，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？我想亲眼看见他是不是还活着。如果南方死了，我就不想活了。我保证我不去见将军，真的，刘叔叔，我说到做到。小姨啊，叔叔不会骗你。南方确实已经抢救过来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安排你去见一次。但是你要答应叔叔，到了那儿，一定要听我的安排，不能冲动。